重器，一个浓缩了中国重型卡车发展史的响亮名字，一个崛起于齐鲁大地、飞升海内外的重卡骄子，一个时刻心系社会和用户的重卡制造企业，一个以振兴民族重卡产业为己任的特重车生产基地。随着中国经济的大力发展，中国矿业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今天的中国矿业不仅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原材料，同时也为世界贵金属市场的变革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重卡行业之首的中国重汽，抓住时机，坚持技术创新，产品不断向上延伸，开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豪威系列矿用自卸车。中国重汽豪威系列矿用自卸车一经推出，短短半年时间就向国内外各大露天矿场提供了近千台矿用自卸车。这些车辆在矿场的专业化运输、运转效率的提高、使用成本的降低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重汽豪威系列矿用自卸车年生产能力已达5000辆，在全国各种大型矿场的使用覆盖率高达70%。豪威系列矿用自卸车是中国重汽整合零部件资源优势、集中优秀工程设计人员而开发的新产品，它广泛适用于露天铁矿、煤矿、钢厂、散货码头、大型工地等作业环境恶劣的场所。豪威系列车型的各大总成是在斯泰尔成熟产品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作业环境而设计提升的。它良好的性能满足了用户对车辆高动力性、高承载能力的要求。同国内外同类产品相比较，中国重汽的矿用自卸车具备较大的价格优势，它维修保养费用低，配件采购便捷，响应速度快，对用户来说，它是一款性价比极高的专业化作业车辆，它给用户带来的必将是极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重汽遍布全国的特约技术服务站为广大用户解除了后顾之忧，对购车用户实行服务回访，进行技术培训，帮助他们尽快正确地使用维护车辆。在大型矿区还建立了备件中心库，对车辆提供终身技术服务。从中国重汽制造的第一台豪威系列单边驾驶室矿用自卸车到今天的批量生产，见证了中国重汽与客户相互信赖、相互沟通、共同发展的合作模式。2007年，中国重汽集团全年产销售重卡突破10万辆，在国内重卡行业排名第一，进入世界重卡行业前5位。作为我国制造业第一只红筹股在香港成功上市，也使中国重汽真正跨入了国际化企业的行列，具备了更快更好发展的新优势。
中国重汽豪威系列矿用自卸车已经先后在内蒙上安矿区、鄂尔多斯五家塔矿区、迁安铁矿区、沈阳棉土矿区、乌海煤矿区、威海填海工程等国内十几个矿区及大型工程的生产和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整合与发展之间，中国重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在开拓与创新之间，中国重汽的品牌魅力更加彰显。在沟通与合作之间，中国重汽的产品不断提升。中国重汽愿与广大用户真诚合作，实现共赢，为中国矿业的发展，为共同创造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努力奋斗。